最近 OpenAI 开完 Dev Day 之后，各大营销号又开始兴奋的群魔乱舞。最让他们激动的就是这个 GPTs，每个人都好像化身技术大师，又感觉自己被赋能了。有些营销号甚至直接叫这个叫做 Agent Store，但实际上呢，首先这个不能叫做 Agent Store。刚被离职的 Sam 也说，这个离真正的 Agent 还是很有区别的。你用了呢，也会知道。 这个现在的 GPT-S 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，这个只是用 prompt 定制化的 GPT。还有些号说用这个功能一分钟就能出一个产品。现在好像有一些人因为不等技术，已经把所有跟 AI 相关的东西都附膜了，有时候想象力有点丰富了。 做产品哪有那么简单？就是说你本身欠考虑、逻辑不清的东西，它并不会因为界面变成了这个定制化 GPT 的这个形式，它就比你输入原本的 prompt 形式有更多的价值。所以说这个 GPTs 它其实功能上并不新鲜，它更多的是一个。 方向和商业上面的概念和创新，主打就是说以后大家上传 Agent 说不定能赚钱，还有无代码开发。当然，如果营销号这么激动的话，那说明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有自己的可取之处的。比如说这个商业上面的创新，还有呢就是交互上面、设计上面的创新，让人有一种非常 magic、a l 非常神奇的体验。 现在这个 GPTs 的界面是怎么样的？左边你是可以通过文字对话给它进行一些 instruction 指令的一个部分，右边是它真正的一些设置，相当于是首先你给它一个要求，它能做的就是一个是把这些要求去翻译成这个 instruction，可能能比你的 prompt 能够优化一点点，还有呢，它可以分几步骤。 比如说问几个问题去细化你的这个 instruction，比如说他会问我这个小说那是应该去着重于哪一些的元素，还有他会问你你这个 GPT 要叫什么名字，还有给你一个这个头像，还有如果你输入几步的指令的话，它也可以帮你去整合到一起，所以相当于是它可以帮你去细化、优化、整合你的 prompt。 但实际上，真的也没多神奇。这实际上就是 prompt engineering 的范畴嘛。比如说，我介绍过一个，呃，一键式的调用 prompt 的那个，呃，工具。那它多的几步，它可以帮你稍微优化一下。但它这个优化也不是说就能弄得特别完美，因为你如果给它垃圾，那它也没有办法给你产出黄金的。比如说。 你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欠考虑，或者前后矛盾，或者是你给他几步的信息，你你没有一次给全，分了几步给他，他在整合在一起的过程中又会产生一些困惑，可能他这个优先级可能就搞不清楚。之前我弄过一个，可能需要有几步的步骤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后面的内容要加到前面的整个工作流里面，那他这一块他就没有。 帮我很好的理解这个意思，所以在你用左边的 create 功能，GPT 会相应的去帮你去呃优化这里的指令嘛。但是等它优化之后，你还是需要自己去确认一下，它这个指令是不是真的符合了你所有的意思和你所有的强调的重点。然后这一部分也没什么，就是它会预先给你产出几个问题。 它可以整合所有不同的能力，但是最有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？就是它这个 knowledge base 知识库，你可以在这里去上传一系列的文件，那这个才是跟之前那样子直接在对话框里面输入一个 prompt 的那种形式拉开差距的一个东西。这里你可以最多上传十个文件，那这里我本来一个文件是二十个 MB 左右，他说。 太大了，我所以我就把它拆成了七个，那每一个现在大概是三点多 MB，这样的话它是可以上传的。那像 OpenAI 这个 Assistant API 就更厉害了。 它是可以上传二十个文件，然后每一个文件最多可以是五百一十二 MB，最大的容量不应该超过一百个 GB。我这边在创建的是一个同人小说的 GPT，我给他讲了作品的主题、每部的简介，就是从百度百科上面粘贴下来内容。 我做这个呢，主要是因为之前差的 GPT 写小说、写情节的能力是很差的嘛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如果有这个知识库的力量的话，那它能不能写出比较好的情节？就是能不能产生类似于 Fine Tuning 的作用？顺便声明一下，如果作者南大看到的话，那这也不能全怪我，毕竟。 等这个小说完结，也是从中二病时期等到了中年人，等到海枯石烂了还没有完结，所以今天也来看一下，那是不是 GPT 能够很好的模仿这个作者的风格去生成一些情节？好，那左边呢就已经告诉我这个 GPT 已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可以在右边试一下。那我现在跟他说了这么一个设定，看他的表现怎么样。 首先，他在他的知识库里面搜索了一会儿。刚才写的时候忘记给他设定语言了，所以这里得给他说写成中文。这个是我让他更加参考了原文的一些角色设定和语言风格去改的，是稍微有一点点像了。他会提炼出原文中性格是怎么样的，互动怎么样，但都是概括性的话，他会根据这个概括去改编自己的文字。 所以说，跟 Fine t i n i n g 还是挺不一样的。它只是去检索这个知识库里面的内容，去得到一些结论。嗯、呃，可能有一些关键词会跟原文中比较像，但是它不会完全按照原本的文风来，主要还是它自己的文风。所以总结一下，功能上作用有一些，但是并不大。 它主要是一个商业社区设计层面的创新。如果是需要复用的话，复用会方便一些。